我们现在来到慈城的长盘神社，那这边是六 D V 他们最常来拍的神社，就是这里。我们要多带大家绕一下，大家看一下。有看这个吗？这个他说有顺序的要走。所以要怎么顺序呢？你要拜，要先一起嘞。哦，按摩没有，然后走左边，左边一圈，然后再一次往右，还要再一起嘞。哈哈哈哈哈！又重来，例如他们在这边喝那个对啊酒的，所以他们结婚照在里面拍的。那我们现在来到那个臭港，也就是六 TV 常介绍到 Yuma 他爸爸的工作的地方。那我们看到那边是他的吃过的那间回转寿司，那前面那边就是他爸爸工作的市场。我们现在先去那边看一下，那就跟着我们去看吧。他爸好像在哪？应该是那个光头那个穿背心那个是在。那我们看到那边应该是 Yuma 他爸爸，等一下过去打个招呼。刚刚跟 Yuma 的爸爸拍了照，那这张就是照片。哦，他叫我们多看一下 UTV。那这是他工作的样子。
超大的欧托罗。这是 Q 托罗。你够美，够瘦，哎呦，够美，够瘦。你先说起来。哇，好大哦！美，还有哎呦，早。有没有爽？美食街打，谢谢各位啊！哎，老板，哦，吃进去，好爽啊！对啊，好好吃。他们那个海水就是那个咸味，好吃，但是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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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比较爽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前往下一个景点，就是日立的车站，那边有一个悬浮餐厅，下一站就去那里，拜拜。那我们现在来到茨城的日立车站，这边就是Liu他们介绍有一个景观餐厅的地方。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人还蛮少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喝杯咖啡，然后等一下要直冲他们介绍的溜滑梯那里。那我们先来看他们餐厅这里吧。这里就是他们拍照那个地方。对啊，就是这是他。我们这里呢应该画一个叉叉，我们这里呢应该画一个叉叉，以后大家来到就可以在这里，就可以在站在这里拍照，站在这里拍照，有没有？
好多免费的消波块可以拿。这个英仙只想着动物森友会而已。拿回去装饰我的岛。那这边就是六他们来的日立车站的餐厅，耶！那接下来我们下一站就要去他们的溜滑梯，长达四分钟的溜滑梯那里，耶！耶！然后这边有一个超长直线，大家你要。现在来到了六 TV 介绍的神龙大吊桥，在这里。这里就是去瀑布里面的入口。